我们幼儿坡村啊，共375人，这个从事这个针织行业的160多，销售量呢等于达到7000万条，这个销售额1个多亿，这一两个亿还不哈，这个更合理的这个发展。咱们从村里准备建一个针织加工园，这建起来以后呢，把这160户啊针织户进园，进园一个什么好处呢？第一能统一管理，啊，第二呢哈高档次，打出品牌。本来呢，现在哈、线下呢，这个我村的货是供不应求，但是呢，随着这个市场方面的提升哈，我们村哈，经常也到周边村，有电商的地方，我们去学习。以后呢，我们村也准备把电商这块纳入到这个规划之中。